好，我们刚才是碰了两次吧？嗯，他任务达成，你又让大家碰两次杯啊？哎呀，这离婚了。咋了？你的任务是把菜和菜扔桌上。套路。拍我三下，完成任务。我们能不能轻松一点，不要防着彼此？隐藏任务。好，来先抽签。 我们互相可以看吗？不能看。哦，就自己知道。哦，明白了。对镜头展示一下。来，第一。那这样大家不都知道了吗？挑战成功，并且不能够让别人知道。那太好了，这这这对我来说简单了。 我觉得我这个任务很简单呀。我们能不能不要被节目组挑拨离间？不要被节目组牵着鼻子走。真的。嗯。今天各位飞行嘉宾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特别开心。我表现的还行吧？啊，你的表现的特别好。我呢？特别好。我好在哪里？他哪儿好？你特别的自由自在。还有呢？ 特别随性、写意，还有呢？然后，其他的，我就没有别的夸的了。你还做了什么？<笑>你对我就这点印象啊？我知道了，你的核心特别好，核心所有人的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让右边的人夸你三次，耶！这就你被套路了，可以安心吃饭了。嗯，你们能不能不要被节目组挑拨离间？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什么？哈哈，你们都看不出来吧？不知道啊，偷吃别人，沉默三分钟是吗？碗里的菜，什么？就从王冰冰那儿抢两次菜，然后呢，还不被大家发觉。我没发现。各位，你不吃这个吗？你看你这个，豆腐脑是什么？豆腐脑。 太简单了，就，而且它毫无知觉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个任务刚才我已经开始，我太简单了。你那个任务完成，你不知道你难成，大家猜你的，你别自己给自己报出来就行了。哦，所以算失败了。对，所以我也失败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俩已经报了，所以你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但是不说，大家也猜不出来啊。制作人，现在我要考考你。 你在完成任务吗？制作人，制作人，你为什么不讲话？制作人，哎，你就是这么对待嘉宾的吗？嘉宾现在不知道这些菜叫什么。他们刚才说要不要再离？你都不告诉我，看着就不知道我这顿饭该怎么吃吗？吵吵拔胡，这个东北女的，她不理我。请别为了完成任务就要这样吗？要不咱俩换个座吧，姐。可以，来。 我跟你说，这道菜叫什么？你换错人了。刚才他说叫什么来着？你让姐跟你说，他也说不出那菜的名儿啊。哎，凡哥，哎，刚才说这道菜它叫什么？不是，你顺序再反了，你得站到对面。我得在你右边。你的右手边，你就站左手边，你问错人了。我明明我不理解你完成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都知道你的任务肯定失败了。因为你的任务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所以你已经输了。可能你们都没有猜到。猜出来的你的任务就是右手边的人要说出菜名儿。对。鸡蛋，鸡蛋炒西红柿，鸡蛋炒辣椒。这是。鸡蛋炒。全名。鸡蛋炒什么？啥来着？
跳跳藤腿了。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？那这道菜叫什么？叫竹毛肚炒鸡蛋。那这个叫什么？红糖年糕、红糖糍粑、红糖粽子。那这个叫什么？酸汤煮胎衣。那这个叫什么？我觉得你有点烦。行，好了，行，可以了。还得是我们马凡叔好姐妹啊，就是吃饭的时候还得记住每个菜菜名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都吃完了，对，完成了。我猜你的任务是让你右边的人说出三个关于竹子的菜名吧。这个菜是最容易记的。现在不能说全军覆没，反正丁丁这肯定就是咱俩也把咱俩的任务都说了，现在只有任斌和马上，还有庆哥啊，庆哥也没说。还有你呀、啊，完成了。我也没啥任务啊。我告诉你们，那不就不完成了？哎，咱那个红罐王老吉呢？这地儿我得加一个那个植物。弟，你帮我拿一下那个红罐王老吉。这是你的任务吗？啊，不是。我一直记住，刚才说了一个东谷，不是四年级，我还差一个红罐。我知道你的任务，我知道了。我任务三个，就是东谷、四年级和王老吉三个必须得三桌放一块儿，是吗？不是，一定是。你证明一下。把那王老吉替我一下，你要再让我拿，我真觉得就是不是你让我拿了三次东西。弟，其实你应该试试那个东谷一点心，你把那个拿过来。弟，你帮我拿一下那个红罐王老吉。弟，证明一下，把那王老吉替我一下，卖脸了一次一次。你再帮拿一下那个红的，你把那红罐王老吉拿来，我跟他说一下，百分之百的。等一下，他肯定是让你拿什么东西？是让我拿，已经让我拿一个了。对，已经让我拿一个了，东谷拿了。你这样，你把那个东谷递我一下。你自己过不去啊，你没手啊，自己拿。坐在一个最帅的人对面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舅舅完成他的任务了，他自己站起来鼓掌。刚才那是你的任务，所以他刚才突然站起来鼓掌了。那这个不可能是任务，他肯定是要很难执行的事情。舅舅完成了吗？完成了，擤三次鼻涕。哥，你有充电宝吗？有啊。别回答。嗯，我觉得那个叶文洁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。你有充电宝吗？你帮我拿一下充电宝。哈哈哈哈哈。他现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叫什么拿东西。杨帆的任务就是，哎，杨帆的任务要是猜出来的话，他应该让他右手边的人拿三次东西。对，不论是什么东西，就是拿三次东西。哥，证明一下，你帮我拿一下。他就要站起来鼓两次掌，你是鼓三，站起来三次，鼓三次掌，是不是？弟配合你，东谷一品鲜酱油，用不着你拿，我拿，请讲。哦，右边的人是吧？我拿。哦，我还没资格是吧？来，哥，我喂你，来。你完成任务了吗？杨帆，注意你的表情管理。这满脸都笑抽抽了，你还要让人离席两次。其实离席第一次的时候，第一次就挺自然的，很自然。弟，其实你应该试试那个东谷一品鲜，你把那个拿过来。哪个？那个酱，咱们蘸这个。哦。你们都看不出来吧？不知道啊，都是别人。沉默三分钟是吗？哥，现在只有我跟舅舅的任务没有猜到。对。你们藏得够深的，哎，没有人，我的没有完成，他没做呢。你们三个，我快了，我们两个是成功了。那我们这样，这两个人可能比较聪明，静哥，你的任务到底是？我的任务他没完成，完成了，他说完成了，站起来鼓掌。那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行为，他是让别人的行为。哥忘了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吗？没有啊，你没完成。可是我应该有。你做的是想辩解？我应该有两次站起来鼓掌了呀，所以这是我的任务。不可能，没完成。庆哥坐下来就开始做，哎，你们要不要倒带检查一下？倒带检查，VR回放，不限于饮料，包括汤也是啊。我只要拿起来的都算吧。干杯，拿起来，干杯。对啊，你们要不要倒带检查一下？我从坐下来就开始了。原来你的是干杯啊。我的任务是。单独跟每一个人碰一次杯，单独跟每一个人。可是没有跟我碰杯，也没有跟我碰杯，你也没有跟我碰杯。对，下来的时候我就拿汤，拿各种。那我们只碰了一次啊，但是跟所有人一起碰的呀。没有，我们是每一个单独的。没有啊，咱失忆了吗？好，我也没有跟你碰杯。真相只有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回放。
有人回放吗？没有，后期回放。我在后期里。后期回放。啊，好，明白了。那我们就两种结果，一种结果是真的碰了，然后我们给个反应；一种结果是没碰。好，现在是真的碰了。啊，你好狡猾呀！太会演了，狡猾的哥。接下来就是各种都没有碰的，对。那个时候你当时怎么碰上来的？哎，我当时就是这样。怎么就碰上了呢？是呢，我怎么忘了呀？敬哥一杯，太棒了。好，还有一种第二个版本没碰上，你看没说了吧？啊，差一个，没有完成嘛？哎，我以为我碰到了，罚啊，喝酱油。呀，这什么？舅舅，你在喝什么？石板子杏仁汤。这是啥？汤。这个。咸的。就是不要让王明发现。干杯。任斌还没有完成他的任务。对呀、啊。那我们等他最后的结果揭晓吧。你快完成吧，我们都看着。我们看着你完成任务，那完成不了了。他说他任务完成，快结束了。快了，对，快完成了。说明就是他次数没达到，但他已经做到了一次。他要把饮料倒到我们的脸上。不对，他的任务就是要让有你两个人完不成任务。他老要跟我们碰杯。他一定是希望碰杯的时候让我们说那句话，应该是干杯。来，谢王老吉，干了。东谷一品先，他毫无反应。他的任务是把东谷一品先干了。哦，那来吧。所以你让我拿是对的。所以你说是不是？所以你现在的任务有没有完成一部分？完成两次了。哇。第三次碰杯，哦，碰杯就是碰杯，咱俩碰四次了都，那就碰五次，咱俩真的碰了四次，他应该也是要请人家配合的吧？对，就肯定都要配合，对，他应该是请人家配合帮他，就是请别人帮他拿菜，差不多。哦，好，来，我帮你加一个，舅舅好聪明啊，来吃点，完成了吗？啊。这样吧，我们开始服务他吧。来，吃水果吧。来，任斌老师，是啊，哎呀，这一路辛苦了。好，给你加点菜。好，喝水吗？喝点。真是该服务的人不服务。月亮姐姐，快！我给他加了。我给他加过。我也加了。是，原来是我坐在那儿，但是我没有服务你，对不对？我光顾着自己吃来着。哦，快。按道理那肯定是右边的，一般都是右边。对，哎，那喝点汤。不是，现在换座了，这也算，现在就算坐你右边了。我知道。那也不对，还没完成。等一下，杨帆说该服务的人没服务，刚才是我们四个人都起来了，杨帆跟月亮是坐着没动的，那就是还是服务。月亮姐刚刚也给了，我给他加了个菜，然后还给他，是月亮姐要给你倒饮料。吃进去，你得把它吃了。来，你把它吃了。都吃进去了，姐，没有一个吐出来的。这太好吃了，你尝尝，真好吃，是不是也这样？你吃了旁边的人给你推荐的菜。杨帆，弟，你说吧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先碰杯吗？咱试试啊，我挨个试一下，看哪下对了，然后你点头，好吧？感觉也要互相暗算，不是这个啊！哎，你看帆哥的表情，啊，张嘴的，你喂他试试，还没结束，好，我给他拧盖子，快扶，拧盖子，杨帆。完成了，其实早都完成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在忽悠我们？加菜完成了，加菜加三次，
左边的人给加三次，加了两次，加了两次，到第三次就不给加了。就第三次，每次要加的时候，我就让他去拿东西。第三次说没菜了，这个我不知道该讲。我说让你给我拿个葡萄，你说不拿。弟，你还想这儿了？吃饭，我想吃葡萄。你帮我拿个葡萄哥，你帮我拿个葡萄。我也想吃，自己拿去。哟。你让我拿葡萄，我能拿吗？我着急让你给我拿的。我说哥，给我拿个葡萄吧。不拿，你去拿。哎，你能帮我拿个葡萄吗？你能拿个酱油吗？现在我们的火力主要进攻马凡叔。哎，马凡叔现在看起来智商很高的样子啊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智商开始长脑子。行，你赢了，你说吧。马凡叔赢了，马凡叔。说吧，我的任务是吃饭的时候叫十次舅舅，这简直就是我的天选任务。就是我感觉现在我已经达标了。舅舅，你在喝什么？舅舅帮我拿一个，舅舅帮我拿个红糖，谢谢舅舅。舅舅能听懂梗吗？谢谢舅舅，舅舅你被套路了，舅舅完成任务，舅舅撇了你一下。舅舅，我想吃这个，帮我一下。你帮我拿一下呗，谢谢。别帮他了，有可能是他的任务。没有没有，他帮我拿好几次了。这张卡如果我抽到会不会很好笑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这张卡让我抽到。哎，我说舅舅啊，行了，来吧，成功的离间了我们，让我们彼此之间设下了心墙。